劇方嘅聲廠劉盧少寧，咁啊仲有牛車水婦女民眾俱樂部，係民眾俱樂部嘅陳美燕呢個文武生啊，犀利咯！雖然係女仔啊，但係佢哇真係一出場，你哋睇下佢啲好厲害嘅。嗱呢套犀利，行開啲先。真係好叻！呢套《六月雪之大嬸》啊，咁我哋先翻入去先啦，有請阿大嬸。好，請欣賞。Thank you.
反手。
一我又会犯了毒杀之罪啊！大人妙见啊！Yeah!
呀。
一何又会把杨婆毒死呢？杨婆她又用我的婆婆言辞诬陷杨婆的了。如若如此，非杨婆汤是谁人手垫？是同汤口卖来，是谁人所卖啊？卖人又在店啊！你讲啊！
上。
Okay.